mettre sur le Valhalla.我们最近有时间去趟德国吗？这次一定要去德国好看很多好吃的。这边很激动，有几个人，几个人，哇，九个人，九个人，这些好开心啊！然后这个什么开不了口？哇，这不行了！你还敢跟我争谁时髦的事情？你刚刚说出这句话，第三句没有你了，这是道具吗？你是摄像机吧？ 哎呀！人长得漂亮，怎么拍都好看。我长得丑啊！让我们红尘作伴，过得潇潇洒洒。希望我们能成为有趣的中国少年。好。